下一位。你上个作品是什么？我之前演过《来自太空的你》。真的假的？你是演细菌。你要去参加奥斯卡？你好，上官电视经纪人。你是新人，我不会为难你。开始。我恨你，我恨你。崩溃了。靠！妈的，这些世界都是变态！我恨你！我会证明，谐星也是会演戏的。